你好，哎，为什么讲你好？午安，大家吃面。我就买大份，这样包出来好了。我买大份的话，我们两个就是分一碗就好。然后因为妈妈有给我那个肉羹、炸鸡，然后还有辣椒，多嘛。最近的吃播都改在这边，大家都看不到 Yuna。没有 ，Yuna 这时候还在睡。哦，他还没起来。还没有。辣椒，一点辣椒。加在面上还是加在？加面上啊。这好像叫小碗。我直接弄进去了，啊、哦，辣，辣吗？有，真假的？我刚刚加超多哎、欸。我是想说，看起来没有很辣，没有辣，这是商店街那一间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哦，蛮难得有开，那我开这两天都有开，我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它很辣，不是辣。那还想全部倒下去？它的辣油也太辣！天哪！还好，我这样做。我不行了，我要下班了。我里面买这个。回到。那店里面的。肉羹来吃，它有鸡翅哦，这样一样，先记两遍。我早上来算一下。下雨啊！我也在飘了。嗯。哦。你妈是很爱鸡翅。大概我妈超爱鸡翅。她该不会又是去那个买的吧？应该是。你找我朋友来吗？嗯，好吧。麒麟阁。专门卖那个。卖沙茶火锅。被火锅耽误的鸡翅店。对。对。超好笑的。他以后跟 Yuna 以后会跟阿玛一起在啃鸡翅。他可以去查麒麟阁，麒麟阁鸡翅非常的难吃。鸡翅去麒麟阁吃火锅就来享小锅。对啊。去麒麟阁，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只要鸡翅。”他们也不点火锅，没有，我等下去享小锅买火锅。然后配享小锅，这样也太坏了。然后配。麒麟阁鸡翅，哦，这不了，那茶是带来的吧？嗯，我带的。嗯。行，等一下啊，哦，有人冲进来。我也不是冲进来，冲到门口，冲不进来。就想要按那个按压门，它也不这样开。
今天开始越来越多客人知道我们店的模式，这样就是我们店模式就是柜台，有时候我们在里面嘛，就是柜台不一定有，就摇个铃，不要害羞，好吧？我本来想做这种窗户，你知道吗？摇铃之后再把窗户打开。我想说窗户关起来，后来客人会觉得这家店莫名其妙。会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像我可能员工休息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有员工在煮锅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再摇铃，他在摇的时候摇一下，他员工正好在煮锅，会请他稍等一下排个队，煮完再来帮你点。对啊，错啊。到底我们要多隐秘啊？那这样子的话，要准备个对讲机。你要像麦，就是我这员工可能要准备个麦，有没有？然后外面会有个声音的，人家摇铃的时候还没出来，说：“哎，稍等我一下哦，哈，对不对？”不，有时候摇，因为人家会把那个对讲机拿走，因为人家在摇的时候，他想：“哎，都没有人出来，也没有人回应，对不对？”那这到底是有没有？对吧？我这辣椒蛮辣，是蛮厉害的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那种，因为我没买过他的辣椒。对，我以为他们是那种辣椒酱。辣椒酱是辣油。啊，我怡宝。今天早上出门就看到 Yuna， 他完全跟那个大灰灰融为一体。我找不到他。对。老婆，美味，很饱，很饱。我还有鸡翅，对，还有鸡翅，你要吃？它刚刚热热的，它现在冷了，会皮会有点黏住。我妈就是那个去火锅店买鸡翅的。而且她这种事情嘛，都是叫我弟去排队，他自己会觉得怪怪的。所以叫我弟出嘛，有点尴尬啊。对，那你去帮我买个鸡翅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喝个汤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想撑嘞。我觉得我怕小碗又好像会吃不动。我看到他的单子。真的去找去买鸡翅而已。它一份是多少钱啊？好像是90，是不是？看到。我妈真的很厉害，她第一个客人。哇塞！强哦，第一个客人买鸡翅，老板就很气。好险，好险，他不是内用。对，外带第一个买鸡翅。内用可以吗？好了，就这样，好了，吃我们的鸡翅啦，拜拜。